下。哈利路亚！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。好高兴翻到你神嘅家中，一齐嚟聚会敬拜赞美神，你期待吗？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嚟，我哋一齐起立，我哋以一段圣经到一段圣经嚟开始我哋今日嘅主日崇拜。我哋攞起我哋圣经，翻开诗篇六十三，我哋读第一至第六节。哈利路亚！诗篇六十三第一至第六，哈利路亚！嚟，我哋一齐嚟读呢段圣经，诗篇六十三一到六。诗篇六十三一到六。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慕你，我的心切慕你，我在圣所曾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，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间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，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 Amen Amen 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将神的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神的荣耀降临在我们当中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被最大声的神话。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，
凡在天上地下都是你的，国度也是你的，并且地位至高，为万有之首，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，你已治理万物，在你手里有大力，有大能，使尊大强盛都出于你。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！现在我们要称颂你，赞美你，荣耀你的名，哈利路亚！这是历代至上29十一至十三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你单单的来到主的面前，仰望主，单单地来到面前你。进入去，多谢祂为你所做的一切，感谢神。即使那个难过，我们都可以经历到，我们经历到神，我们都可以过。今天可以回到神的家中，去敬拜神的名。
我感謝你從黑暗領我們入光明，我感謝你不離不棄地愛著我們。主啊，我願意將身體獻上當活祭，一生一世跟隨你，獻上給你。現在活著不是在我，而是基督耶穌在我裏面活著。哈利路亞，我們求主使用我們的生命，願我們一生都要來回報主的恩典，主的恩惠。哈利路亞，一切榮耀歸給上帝，歸給我們主，望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 Amen。 哈利路亞。
如果有咩問題嚟到下載呢個 Zoom 嘅咧，就俾我哋知道啦，我哋好樂意幫助你點樣嚟上呢一個 Zoom 嘅。阿玉姐嗬，今日冇在這裏嗬。Facebook 我哋都會見到阿玉姐嘅喺呢個 Zoom 嘅咧，阿玉姐冇 miss 過㗎，每一個星期二佢都會有神，好開心嗬。所以唔係年齡嘅限制嘅嚇，上呢啲高科技嘅係嗰個心 ，amen。好啦，呢、這個時候咧，我哋就要聆聽神嘅説話啦。我哋準備好我哋嘅心未啊？準備好我哋嘅心，準備好我哋嘅耳朵同埋我哋嘅筆記。我哋而家要聆聽神嘅説話。我哋有請神嘅仆人Pastor Jenny為我哋今日嘅説話嚟到證道，有請Pastor Jenny。将来他们没有了
盼望。咁樣當神藉著以賽亞幫以色列人講呢段嘅意願嘅時候咧，神鼓勵呢個以色列人嘅百姓，佢用十六節嚟鼓勵，十六節同埋十七節嚟鼓勵以色列嘅百姓，佢提醒以色列人之前佢已經喺出埃及記帶呢班嘅子民從埃及離開，經過紅海入到呢個嘅狂野，但係過後咧，因為以色列百姓佢哋冇遵從神嘅命令咧，咁神咧就使到佢哋被掳掠，啊南方同北方都被掳掠去到巴比倫。但係神提醒嗰啲百姓，有時係好好嘅，我哋回顧諗翻以前神點樣帶領我哋，我神嘅信實。神的那個的保守，我神提醒我們，我們再回到以前，想回到以前的那些事情，就鼓勵這些百姓，那個紅海，那些水這麼漲，神都可以使到乾地，他們可以經過那個紅海，經過一個乾地，因為有風吹，吹了之後呢，就有一個道路啊，俾嗰啲以色列人過啦個紅海。但係當你睇十八節嘅時候咧，你就奇怪啦嚇，點解神喺十六節同十七節提醒嘅百姓，叫佢哋諗翻轉頭之前嘅事情啊，將過去嘅啲事情、過往嘅啲事情，但喺十八節咧就講啦，耶和華如此説：你們不要記念從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時的事。好像很快咁樣就變咗啊！嗰、長啊，之前就講記得啦，之前嘅事啦，但係而家講冇記得啊，之前嘅事。呢度十六節就係講到以色列人過紅海啦，我神提醒佢哋。但係神咧喺十八節就講啦，你不要紀念啦，啊，從前的事，又冇想古時的事，點解咧？因為神講看啊，我要做一件新事。有時係好嘅，我哋係諗翻之前嘅嗰啲好事，有時諗翻嗰啲好嘅事，但係神講你要忘記過去嘅，因為神要做一件新嘅事在我哋當中。你的新的事是什么呢？你的新的事就是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你看巴比伦，神说我要带你回到你们的家乡，回到你们耶路撒冷。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看到预约而回到家乡，那條路是多遠呢？那條路是沙漠來的，都沒有一條路可以回到去耶路撒冷的。還有呢，是沙漠，是沒有水的，怎麼來經過這麼多的路程來回到去自己的家鄉呢？在人的眼中來看呢，是不可能的事來的。但是神說，我必在曠野開道路，我在沙漠會開江河，即是神講我會做一啲嘅人唔可以做到嘅一個好非常嘅艱難嘅事。人係愛依靠神先可以成就到呢件事，人可以做到嘅。有時我哋聽到神嘅應許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講啦：，其實神啊，你點樣做啊？我哋又我可唔可以幫下你啊？做一啲啦，咁樣就快啲做，又可以做到呢件事啦。有時我哋又諗住，好似你神，你要做到呢個沙漠有呢個嘅道路同埋水，哇！你咪愛好多嘅泥機車嚟鏟嗰啲泥啊！你仲愛落嗰啲雨，你知唔知沙漠都未落雨㗎？
等我就係顧哥嚟睇下，或者係會落雨，會有嗰個 sandstorm 啊，嗰啲沙會吹到緊要。你過後咧，忽然之間就會落雨，落雨咗之後咧就會浸水嘅喎，即係會有水乾涸喺個沙漠嗰度。咁有時我哋就係阿神啊，咁多嘅難處，咁多嘅阻隔。你點樣嚟成就你嘅應許咧？你咁樣講啫喎，你點樣成就你嘅應許？但係咧，神講你唔使擔心，你唔使幫我發，我會搞掂。有個公司叫做搞掂咯，康文，唔知你有聽過？你幫你搞掂曬啫嘛，咁啊神咧就係開咗呢個公司啦，搞掂，我會幫你搞掂，你唔使煩死擔憂。神講嘅應許，佢必會成就。咁以色列人佢喺巴比倫嘅時候咧，神真係帶到佢哋翻返到耶路撒冷，翻到正坛嘅。第一嘅佢哋喺出埃及經過紅海嘅時候咧，佢哋係面對一個皇帝，個法老王。法老王係阻止佢哋出嘅。但係而家第二次佢哋翻到嘅家鄉嘅時候咧，我哋稱呢個叫做 Second Exodus， 第二嘅出埃及嘅。第二次，但係呢個第二次咧，就有一個好和善嘅嗰個皇帝，個波斯王古神，佢批准佢哋翻屋企，翻到耶路撒冷，就俾佢哋兵，俾佢哋嘅材料，俾佢哋資源，佢哋可以翻到佢哋屋企。呢個就係睇到一個唔可能嘅事，神可以成就，叫一個外邦嘅皇帝。未信主的皇帝，他是可以帶到你的子民回到你的家鄉。今天我們知不知道神的心意呢？我們經過了三個多月，我們說冬，是不是已經是冬眠了？冬眠了，是不是冬眠了？睡著在家，我相信有些天，今天帶工來，有些是繼續做工的，你們有沒有停過？停止做工，佢哋又繼續上班，好似冇事發生咁樣。但係我哋個個咧已經係喺屋企，已經過咗三個幾月嘅個時間啦。咁樣我哋知唔知道神嘅心意咧？在呢個嘅 MCO 過後啦，我在呢個 MCO 入邊，我個中間同埋過後咧呢個疫情咧，我哋知唔知道神嘅心意在我哋嘅生命裏邊咧？我哋而家係過緊一個新嘅季節，因為過咗嘅 MCO 就係一個新嘅季節啦。神要做一件新嘅事情，在我每一個人嘅生命裏面。上個禮拜我仔講一個非常之嘅好有先知性嘅嗰個道。神俾你一個道咧，你真係預備咗兩個信息啦。但係神咧就差唔多。擺六萬啦，叫改信息啦。話做牧師咧，你有擺六萬改信息嘅時候咧，你會好緊張啊嚇，因為你已經預備咗好靚嘅信息，但係實咗唔啱，你又換，你就係換啦。呢個係從神嚟嘅，收到嘅 download 咗啦嚇，從神嚟嘅嗰個信息咧，咁樣就你講嘅信息咧就係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個鎖匙，我哋屋企嘅鎖匙一大扎，教會一大扎鎖匙。有時咧，我哋攞錯嗰個鎖匙咧，我哋就開唔到嗰個門。哇！帶錯鎖匙，哎呀，原來唔係呢把，係另外一把，開嚟開都開唔到嘅，做咩？就因為我哋用錯嗰個鎖匙。咁有時咧，我哋係用啱個鎖匙，但係開錯咗嗰道門。嗰道門唔啱嘅，你唔應該開嗰道門。你攞個鎖匙係開到，但係呢個唔係神要你開嘅嗰個門。咁今日我哋進入一個新嘅位置嘅，神俾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個鎖匙，離開我哋知道神嘅心意、神嘅旨意，開嗰個啱嘅門，攞啱嘅鎖匙離開。咁今日你究竟知唔知道神嘅心意冇咧？好似以賽亞書講到啦，你知唔知道啊？你認識、你了解嗎？你明白嗎？走咗啦，喐咗，不要回頭，不要回頭看。有好多嘢，我哋睇翻
之後好多嘅好好嘅回憶，係美好嘅一個回憶。點解我唔得啊？向後回頭咧，向後看咧，好多嘢都好好嘅喎。啊，喺個 MCO 入邊就好啦，有好多嘅好嘅回憶。我唔知你哋嘅回憶係乜嘢，好嘅回憶啊，可以同家人一齊啦，好笑咁樣啊，坐住食飯。因為有時一早出去，夜晚先至翻嚟，個屋企好似個客棧咁樣嘅樣。都唔知道我屋企係點樣嘅樣，都冇享受嘅嗰個屋企嘅咁温暖、咁舒適。我相信有好多弟兄姊妹都有個嚇，我唔知道我自己係咁中意喺屋企嘅喎。哇！真係住喺屋企嗰度真係好舒服啊！呢個就係一個好嘅回憶啦，嚇啊！同家人一齊煮你中意煮嘅嘢啊！我收咗好多嗰啲recipe 啊，收咗好多嘅喎，從讀書到而家一大沓，但係冇機會煮，咁我就攞出嚟啦。我讀書嘅時候，嗰個點樣煮芋頭糕，點樣煮乜嘢煮咩，攞出嚟試啊，喺度試。我又聽到一個老姊妹啦，你講我個女人一味煮又煮麵包啦，又整煎啦，又整咩，咁我一食嘅掉曬佢咯，唔係好中意煮啦。我整麵包啦，整 cake 啦，呢個就係一個好嘅回憶。仲有我嘅仔係住喺個花園嗰度咧，因為係有個有吉嘅咯，可以寄贈嘅。咁樣嗰啲攞呢咧嗬，你哋就入嚟賣你哋嘅食物喎。因為你哋之前係喺餐館嗰度做嘛，喺餐館而家冇嘢開，咁佢哋就諗辦法啦。我有個嘅創意力啦，不如～賣嗰啲嘢上門賣啦，都係喺online 賣啦，等佢哋又攞嚟啦，攞嚟到屋企啦。等成個花園嗰啲人執翻係好歡喜嘅喎，一日同車嚟咧，有魚啦，又有蝦啦，哇！執翻走出嚟賣啦。等有啲喺個網上睇到話有種啊，有二寶嘅豬腸粉都有得賣喎，哇！仲有包啦、糯米雞啦。哇！佢哋好歡喜啊！每一次我就咁我想食粽啊，聽日就有粽啦。我想食包啊，第二日又有咯喎。因為嗰啲我哋車你哋入嚟喺度賣，仲有一啲店口咧，你哋唔可以開門咧，但係你哋係賣嗰啲海鮮啊。咁我個孫咧，佢哋就好歡喜咯，又唔使讀書喎，雖然又上 Zoom 啊，讀啲嘢補習啦。係好歡迎嘅，即係好似度假咁啊！到時候咧又有嘢食咯喎，有時咧又咁叫 grab food 咯喎，呢啲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回憶啦。咁我唔知大家嘅係點樣個好嘅回憶啦。但係有時喺 MCO 嘅期間，佢哋又有啲唔好嘅回憶咯喎。我相信粉絲聽眾希望都係經歷嘅，我哋做 Zoom 同埋做 Facebook 嘅咧，我哋所面對嘅嗰啲困難啦，所以我受咗七個期主，受咗七個期主，但係呢個係一個學習啦。首先第一個禮拜，當我哋有 MCO 嘅時候咧，我哋就用 Facebook 啦 ，Facebook 咧就中英文啦，咁樣就。你哋又講聽唔到我聲喎，聽到把聲係咩聲？聽唔到我聲喎 ，OK。第二個禮拜咧就用 Zoom 咯，用 Zoom 咧又唔識點樣嚟走去 Facebook 喎。嗰啲喺 Zoom 就聽到我哋 ，Facebook 又唔識整 Facebook， 嗰陣時唔知 Facebook 唔俾我入嗰個 Facebook 係咩嘢，又入唔到咯喎。咁樣就我就擠俾影把聲喺 Facebook 啦，我就喺度整個 Zoom 啦 ，then。整嚟整去嗰個片咧就咁樣又唔係咁樣咧又咁樣，所以個口啊聲入邊好多次換嚟換去，佢講我唔可以做啦，我唔可以做啦，因為你講幾句我又 stop 佢，講幾句又 stop 佢，我唔係啦，我咪，但係嗰啲弟兄姊妹喺個 Zoom 度聽到喎，我哋聽到你啊，我哋聽到你啊，我佢講我聽啦，繼續啦，你就一啲嘢都睇唔到嘅，就喺度咁樣講啦，喺嗰個空氣嗰度嚟講講講。第一啲弟兄姊妹就聽到喎喺個 Zoom 嗰度，咁咧又過咗咯。我啱啱搣咗我嘅日曆牌，三月嘅搣到七月啦，啊搣曬啦。嗰啲傷頭啊，我哋揼到高高，相信大家聽到，嗱啲傷頭揼到高高咁樣嚟做Zoom 同埋做 Facebook。
呢啲咧係一個經歷嚟㗎啦，嗬。但係上個禮拜係我最後嘅嗰個 Zoom 主日崇拜，而家你又早已嚟做個主日崇拜咗啦。但係咧最後嘅咧係最完美㗎啦，最好㗎啦，做到最好㗎啦。咁樣一個唔好嘅回憶，變成一個好嘅回憶，就係我哋係可以上到呢個嘅高嘅科技㗎啦，嗬。在我哋嘅年紀嗰度咧，你可以上到啦，感謝主。仲有我嘅會咧，係嗰個唔好嘅回憶。當我有機會幫佢坐低嚟飲茶嘅時候咧，你就講啦：你有兩個女婿，一個孫，好錫個孫嘅。你日日都係睇到個孫嘅，但係喺個 MCO 嘅期間，你冇睇個孫喎，淨係喺 FaceTime 嗰度可以睇，但係冇得攬，冇得錫。我哋做婆婆嘅，做公公嘅，我相信你有咁樣嘅感受啊！你雖然睇到喺嗰個網上，但係你真係我真係內心咦咁樣好肉緊咁嚟攬你，但冇咁嘅機會。如果兩個女婿咧，你哋咧攞嘢嚟咧，冇飲嘅喎，我妹就係即刻當張凳喺嗰個門口，你哋就即刻嘢喺嗰度，你哋就走咯喎。咁我妹就講啦：我有傳染病咩？做咩你哋唔可以入嚟咩？唔可以幫我講話咩？頂多兩個女婿，因為你哋年青年輕人啦，係而家風頭火勢啊！呀，我哋個個都要打緊仗啊！咁樣我哋要合作嘅，同政府合作，我哋唔得入嚟嘅。啊，咁樣我妹咧就好激心啦，好痛啦，嗬！你就睇到有啲細路哥咧嚇，我嘅最細嗰個孫女咧，你我問佢啦嚇，我問佢，做咩你冇翻學嘅？唔得翻學嘅，因為有 virus 有微菌啊，我好多嗰啲同學已經病咗，有嗰啲 virus 係自己創出嚟嘅嗰個故仔啊，但係細路哥都識喎。我第一次見到佢，即係我哋過咗咁耐，我哋唔可以落倫敦。第一次落倫敦見到你嘅時候咧，我之前有同佢講嗱，你睇到婆婆第一次睇到婆婆咧，你要攬住婆婆錫婆婆㗎嚇。咁樣呢位我去到咧喺個門口咧，我就問你啦，個孫女嗱，你要點樣做啊？佢唔記得咗咯喎。I love you， 講唔係 ，thank you， 唔係點樣咧？你攞個sanitizer， 你叫我洗手。所以呢啲係我哋疫情啊所經歷嘅呢啲一切嘅事情啦，嗬。但係神叫我哋不要回頭看，好嘅同唔好嘅都冇再諗佢啦，我冇再想你啦。就好似有兩個和尚，真係有聽過一個和尚嘅故事啦。有個和尚咧，佢哋就行緊路啦，就睇到一個好靚嘅女仔，佢就嗰度有一條河，嗰兩個和尚行到嚟睇到個靚嘅女仔嘅時候咧，嗰女仔咧就想過嗰條河，但係嗰啲河水就好快又好急，即係叫佢鬆下嚟又唔敢咯。咁樣嗰兩個和尚睇到佢之後咧，我其中一個和尚咧就講：係嗱，不如我孭你上去過呢條河啦，咁嗰個女仔就上咗佢個膊頭，咁呢個和尚咧就孭咗佢過咗嗰條河啦，就放低咗佢咯喎，就翻返去你哋嗰個嘅屋企啦。我翻到屋企之後咧，另外一個和尚咧就好嬲到咧坐埋一邊，好埋個包氣唔出聲。咁呢個和尚就問啦。做咩嘢啊？你咁嬲，做咩冇表情啊？我喺邊個方面有得罪你啊？有講錯咩説話啊？咁樣呢個和尚咧，嗰個好嬲嘅和尚咧就講：你知唔知道我哋出家人啊，係唔得同呢啲世俗嘅人有咩嘅來往？你知唔知道你今日犯咗一個好大嘅罪咧？你再帶一個女仔孭上你個膊頭過嗰條河。你知唔知道你做錯事冇？我呢個另外一個和尚就講啦：，哼，你都唔係好過我好多啦！你知唔知道我帶個女仔過咗個河，我就放咗你喺嗰個河邊啊！
但係你咧，你就帶咗個女仔翻嚟屋企啦。嚇？點解帶咗個女仔翻嚟屋企咧？喺個思想嗰度，你嘅思想仲喺度諗住啊！我咧仲喺度諗住依件事，所以實在魔鬼咧就好中意用我哋嘅思想啊，成為一個戰場啊，時常攻擊我哋。哦，用一啲嘅提醒我哋過去嘅，好似一個錄影帶咁，不斷不斷嘅我哋講一講啦，一邊講啊，你之前做錯嘅件事，你之前嘅嗰個失敗，你之前嘅嗰個嘅講錯説話得罪咗人。冇饒恕嘅人，你嘅恐懼，你嘅苦毒，哇！不斷嘅喺個腦海嗰度，喺度嘅錄影帶度嚟，重複重複一幅一幅咁嚟講，講到咧有時我哋嘅思想係擾亂咗，就影響到思想，影響到我哋嘅情感，影響到我哋情感之後咧，我哋嘅 action， 我哋行為，我哋嘅行動咧，就會被我哋嘅思想控制咗。所以就算好。同埋好，神講過去啦，我唔會再諗起啦，我唔會再回頭看啦。我哋唔可以改變過去，我哋又唔可以肯定將來，但係我哋目前做嘅事情係可以影響到我哋嘅將來。好似嗰啲墊褥同埋個枕頭嘅嗰個廣告啊，有講啊。你今日嘅做，你今日瞓到好就會確定明天係點樣嘅樣，係啊。咁啊，今日我哋目前我哋要做咩嘢，就會影響到我哋將來。咁目前我哋係可以做好多嘅積極嘅事情，影響到我哋將來會有個美好嘅嗰個將來。專注未來，你知道神嘅心意嗎？專注未來。我坐一堂車，即係有一個嘅弟兄揸車嘅時候咧，我坐喺拉尾，因為你同你太太喺前面咧，我坐喺拉尾。等十分鐘之間，我就聽佢講：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我講做咩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係因為佢揸車，你就一邊睇你嗰個後邊鏡啊，一邊睇嗰個鏡。你揸車咧就一邊睇個鏡。喂，哎呀，哎呀，嗰台車撞就嚟撞我！哦，係啊，係啊，因為有人揸車係一面睇嗰個背後鏡嘅喎咧，有事啦嗬！唔係你一面睇住個背後鏡咧，你冇睇到前面，你都撞人哋嘅前面啦。但係咧，呢個人咧，通常咧揸車係好中意睇拉面嘅，一面睇嘅。但係神講叫我哋向前，冇睇拉面啊，因為你睇前面咧。你就會看到神要做的工作，你谷低個頭咧，你都看不到神要做的嗰個新嘅事情，就好似以色列人神講，唔好再睇翻轉頭啦，之前嘅紅海嘅有一個好大嘅嗰個神蹟，但係神講我要做更大嘅神蹟，仲大過呢個紅海嘅神蹟，你要舉目看我所做嘅事情。舉高的頭嚟看神要做的嗰個奇妙的事情，在我哋嘅生命裏邊，我哋睇到保羅係一個好嘅一個例子。保羅，我哋係有睇到一個經文係講到使提反，使提反睇到天堂打開，但係保羅嗰時咧係企喺個邊皮，佢未，佢係一個法利賽人，佢諗住咧。你已經係好熟悉嘅猶太嘅宗教，好熟悉即係好愛神啦，咁樣睇到呢班嘅基督徒咧，你就諗住佢又係幫神嚟做一個工作，逼迫嘅基督徒，佢企喺個邊皮咧，佢係睇住使提反被用石頭嚟打死。保羅經過提馬斯克嘅嗰個路嘅時候咧。神擊打佢跌咗落嚟嘅時候咧，佢就信咗耶穌啦。信咗耶穌之後咧，佢就係成為一個好嘅宣教士，寫咗成喺新約聖經有13本書係保羅寫嘅。我係成為一個係好好嘅嗰個嘅基督徒。但好似保羅係諗翻佢以前所做嘅事情咧，
我相信佢唔可以成為一個嘅咁能幹嘅嗰個宣教士、嗰個牧師、嗰個嘅開方教會嘅。你好似成日諗翻起之前係逼迫教會啊，殺咗好多人啊，就好似嗰啲兵嘅，你哋有陣又喺打仗咗之後咧，你哋時常瞓覺嘅時候，你哋因為噩夢嘅，你哋又諗到哇，殺咗幾多個人，哇，炸彈炸咗幾多個人。但好似保羅係成日諗翻之前嘅事咧，佢唔會成為一個咁成功嘅人。所以喺腓立比書嚟同我哋每一個人講，你講弟兄們，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的，即係努力向前走，向著標竿直跑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得的奖赏。你讲我外在谂翻以前啊，我向前进啊，我就好似一个嘅运动员啊，赛跑，我一味睇住嗰个标杆直跑，直到我得着嘅神俾我嘅嗰个奖赏。咁呢个奖赏系乜嘢？知道我哋每一個人都已經得咗嗰個禮物，嗰個禮物係救恩啊！我哋得咗個救恩，嗰個永生係一個禮物。保羅都得咗呢個禮物，呢個永生。但係講我得咗呢個禮物之後，我仲要走喎，我仲要奔跑，直到我得到嗰個賞賜。咁樣賞賜係乜嘢？個賞賜我相信係當我哋睇到神嘅面前嘅時候，嚟到神嘅面前。神就講：你真係一個忠心，你真係一個嘅好嘅仆人。神就講：你進入我嘅家啦，進入我天家啦。即係我哋最中意聽到嘅獎賞就係神稱讚我哋。我哋已經係一個好忠心嘅仆人，我哋係好愛神嘅，我哋係好聽神嘅嗰個命令，我哋係好知道神嘅心意。即係我已經做咗神要我做嘅。我不理其他的人有没有做到他的工作，都是他们有另外的工作，但是我的工作我知道，我就做我的工作。过后看到神的时候，神就说你真是忠心啊，你真是爱我了，你真是听话了，谢谢主。这就说努力面前，你有看过那些运动员吗？就来到那个终点的时候，到那个时候，你就是这样你看他们走的时候，他们是那个哇，真是面对快点啊，那个脚来到那个身都要垫了的那条线啊，哇，我就赢了，我就得胜了。这个就是讲到当我们向前来看的时候，就是保罗讲了，不要看后面，专注 focus， 我看着前面。因為看到前面的時候，你就是看到神要你做的工作了。你看了以後，你就可以做到什麼了。就是一樣好像我們駕車，你的車停了，你神擺不到我們，你要行。行的時候，神會跟你說，行這裡，行那裡，但是我們要行。過後神會帶領著我們。你知道神的心意吗？神的心意叫我们不要看过去了，面对现在目前专心仰望主，过后呢看啊，看啊，神要做一件新的事，如今要发现，即是神现在是要做一个新的事情，如今即是现在已经在做了。我哋就好似一個河水啊，喺度哇，好多嘅滾起上嚟，滾起上嚟，滾起上嚟。但係好似我哋係唔知道嘅咧，我哋仲係喺度冬眠啊，我哋仲喺度瞓緊覺啊。但係好似我哋係知道神嘅心意嘅咧，我哋就會快啲起身嚟噶啦啊！我哋因為如今發現啊，即係神已經做咗嘅嗰個新嘅事情啦。是在我们发觉到，我们知不知道了？
神嘅做嘅呢一個事情咧，係超乎人所想所諗。在哥林多前書第二章第九節有咁樣講，咁神又預備咗佢所愛的人，眼係冇睇過嘅，耳仔係冇聽過嘅，仲有咧心係冇想過嘅。神係預備呢啲嘅事情俾佢嘅愛嘅子民。咁樣今日我哋知唔知道神要做嘅工作咧？眼係未睇過嘅，耳仔係未聽過嘅，心係未想過嘅。喺呢個疫情裏邊咧，我哋經歷好多嘅，我哋係眼未睇過，耳仔係未聽過，心係未想過。有幾多人係認識 Zoom？ 我相信有啲做生意有上過 Zoom， 但係喺疫情裏邊我哋先至聽過 Zoom， 係我仲有。好奇妙嘅喺在一個疫情裏邊嘅時候咧，神做嗰啲我哋係冇諗過同埋冇想過。有一次我睇係第一次我哋開始 Facebook 嘅時候咧，相信有啲已經聽過呢個見證，喺英文堂有聽過呢個見證。Pastor Henry 嘅係即係小學嘅朋友咧，小學嘅朋友睇到我哋嘅 Facebook 之後咧，佢就寫個信息俾 Pastor Henry。咁我要奉獻你教會，係喺 Facebook 來往嘅啫，但係好耐冇見面嘅。但係我後咧寫 transfer 嘅錢入我哋嘅教會嘅户口。仲有我哋睇到我哋申請嘅咧，我哋申請嘅索數嗰個教會嘅公司嘅，睇到係冇可能嘅事，但係都睇到神個恩寵啊！我睇到。每一個月，個索數又寄嚟資助教會嘅個需要，仲有好多嘅我哋係冇諗過嘅，呢個係非常嘅係冇可能嘅事，但係神係應許，係神係供應。我睇到呢啲事情嘅時候咧，我哋最尾嘅呢個經文《以賽亞書》呢個43章，我哋通常好中意睇18節、19節，因為神要做一個新的事，但我們沒看到20節和21節，這裡說好賜給我的百姓，我的選民看，這百姓是我為自己所作的，好述說我的美德。前幾個經文就說到當神在曠野那裡開道路的時候，和沙漠有乾涸的時候，那些野獸啊，都尊重神。一個經文翻啲以上嚟咧，係嗰啲野獸都多謝神，尊重神，多謝神。點解咧？因為喺曠野神開嘅嗰個光河，嗰啲野獸都尊重神。仲有咧，神講這百姓是我為自己所造的，呢個係以色列人。我哋係神嘅百姓，神嘅子民。神創造我哋咧，佢嗰個嘅目的咧，佢最終嘅目的係咩嘢咧？係要我哋述説神嘅美德。我哋有做過嗎？我哋知唔知道神嘅心意咧？神嘅心意講佢要做一件新嘅事，在我哋嘅生命裏邊，一個新嘅季節，在教會一個新嘅季節，在我哋嘅每一個人嘅一個新嘅季節。佢俾我哋一個新嘅季節係要做咩嘢咧？係咪要我哋咁樣坐喺度咁樣嚟享受呢個嘅福氣啫？但係神講：我創造我嘅子民，我嘅百姓係好叫佢哋述説我啲美德，即是我哋嘅生命。神創造我哋，神呼召我哋，拯救咗我哋，成為基督徒咧，要點樣做啊？要彰顯神嘅榮耀，在我哋嘅生命裏面。我們是彰顯神的榮耀，這個是神的心意。祂要做一件新的事，在你的生命裡面，使到你可以出到去，在人群的當中，你是可以述說神的美德。人家看到我們的生命，他們就會問，為什麼你這麼特別呢？為什麼你這麼大的神的祝福呢？為什麼要給你這麼好的福氣呢？因為我有神，我有主耶穌基督，我的生命就是要
荣耀神，荣神益人。感谢主，阿门，阿门。今日我哋守圣餐就系谂翻啦，哦，纪念啦。所以有一啲嘢系好嘅，哦，纪念，纪念主耶稣在十架上钉死，为我嘅罪而死。咁今日我哋守圣餐嘅时候咧，再一次嘅，大家叫跟上嚟，我哋唱一首歌，系依然创自我哋。唱呢首歌嘅时候咧，我哋再纪念，谂翻耶稣基督所为我哋做嘅事情。有一次我哋我上嗰、那个，即系而家感谢主有 Zoom 咧，系可以上课程啊。一个菲律宾嘅个课程，我系可以喺我屋企嗰度嚟参加嗰个课程。有我哋上好多个课程，就因为我哋有机会上个 Zoom。咁其中一个嘅，我听到一个牧师嘅讲咧，就系、是、你讲守圣餐嘅时候咧，喺中国咧嗰啲家庭教会咧，当佢哋守圣餐嘅时候，佢哋个个系纪念耶稣为佢哋嘅罪死嘅时候咧，佢哋系好痛哭啊，好痛哭。点解咧？因为佢好痛悔啊！佢哋知道佢哋冇耶稣嚟拯救佢哋咧，佢哋嘅生命啊，系真系好悲惨。但有耶稣而拯救咗你哋咧，你哋嘅生命系好唔同咗啦。所以每一次守圣餐咧，你哋都纪念主嘅嗰个恩典、主嘅慈爱、主嘅嘅工作喺你哋生命里边。所以今日咧，有我哋都可以纪念啊耶稣在你哋生命里边做到嘅嗰啲事情，我哋系感恩嘅。好，我哋苏生嚟睇下你唱。
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，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，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愿，就是代表你的生命，我们
得你的这个生命，更新了你的灵命，我们是外在冬眠，我们要起身来激励我们自己的信心，再一次跑这个的生命的路程，信心的路程，主加添力量，加添信心，加添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和精力。感谢你耶稣，我们一起来饮杯。谢有平安，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